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前高雄市长韩国瑜，他在昨天呢是到台中帮自家立委参选人黄建豪辅选，提到了人在加护病房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，好，他就说了他为台湾民主被关了20几年，看到现在的绿营也要掉泪。8年来，民进党的执政伤了多少人的心？各位乡亲里面一定有亲朋好友投给民进党过，一定有。绝对有人投给民进党过，不管你亲家50，朋友100，一定会有人投。当年他们投民进党，平心而论是有道理。30多年前，民进党清廉、勤政、爱乡土，他们勇敢改革，他们成立民进党，他们有的被抓去坐牢，有被关起来，有的妻离子散，他们敢向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挑战，我到现在我都还很佩服37年前那一批啊，那很勇敢呐、啊。那个时候，整个带动民进党成立啊，但是现在看看民进党创党的党员，后悔不后悔？多少民进党37年前创党党员呐、啊，掉眼泪啊，心在流血啊！我今天看到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啊，已经住到加护病房。他为了民进党党外运动，他被关了20多年，就是为了台湾的民主。这些人看到现在的民进党，掉眼泪啊！你已经失去了理想，你已经忘记人民对你的托付，你已经忘记了台湾社会要面临到什么样危机来突破。亲爱的台中乡亲，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非常多的辛苦要走的路，我们希望有一个英明的政府带领着我们趋吉避凶。为什么我们要让台湾越走越温暖，越走越安全，越走越和谐快乐？我们一定要避开危险，这是要聪明的脑袋领导者，而且要有无私的胸怀带领着台湾。但是民进党在执政这8年，贪污腐败真的是到了无法无天了、啊、大家如果认同请用掌声表达一下吧。我说我很想发自内心劝一下民进党这些官员，劝他们一下，如果要赚钱，如果要赚钱请去做生意，你去外面做生意就好嘛。如果要赚钱要捞钱，请你不要待在政府单位。哦，所以最近蓝营的大咖是赶快去帮这些小鸡们站台，那当然不能忘记哦，这个是蓝白示范区，也就是在台中的部分。12月3号的时候呢，蔡碧如他的竞总成立，那蓝营的最强母鸡，也就是卢秀燕，他也前去站台。那么卢秀燕其实半年来呢，是把蔡碧如呢完全视为自己人哦，去帮忙去拉台。那么当天还有年轻的韩粉，他们自制了一个大旗，说柯P韩粉来了，就是要证明说蓝白虽然没有合作成功，但是还是可以和平的相处。那张宇轩他就说了嘛，蔡碧如的场子呢，全部都是仰赖国民党澳援的，所以也促成了盛大的蓝白和解的场面。哦，那韩国瑜他很忙哦，12月3号他先是去台东去帮忙站台，那可以看到现场是涌入了很多人，所以蓝营呢现在就是一个超强的吸票机嘛，就是在说韩国瑜他本人，而且现场的群众他们太嗨了，主持人也很嗨，一度忘情的高喊说总统支持韩国瑜，好，不小心喊错了。那蓝营这边就觉得出现了久违的选举狂热了，所以现在支持者像是吃下了大补丸，信心都大增了，好，现在选情看起来是蛮乐观的。那韩国瑜在12月6号，也就是昨天的时候，他同样也去帮蔡碧如站台了。所以蔡正元他就说了，韩国瑜去帮蔡碧如站台呢，那卢秀燕他是亲自去挂蔡碧如的竞选总部主委。那做了之后呢，白营的选民总是会觉得说，好吧，我就回报你一下嘛，总是会的。所以白营的选民可能看到之后呢，都会把票就是投回去了。那我们来看到蔡碧如目前他的选情的状况，台中呢，他们黑派的掌门人严家已经多次公开他们是支持蔡碧如的。那韩国瑜呢，他开始呢开讲处刚好就在
在对手蔡其昌老家附近。不过现在他们要抢攻的是红派哦，因为现在他们踏进了红派地盘，要展现人气来争取掌门人的支持。因为目前黑派支持了，但是红派的部分呢，他们现在还是比较偏向是一个中立的状态，所以现在希望呢也是可以抢到红派他们的支持。那么我们就来听蔡正元他当时是怎么说的。韩国瑜跑去帮蔡壁如站台，对、啊、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韩国瑜应该去保台北新北市的李友仪站台。为什么？就是都没有国民党候选，因为国民党没有派人候选嘛，选举嘛，那就是没什么坏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是觉得，你如果说总统、副总统候选不帮忙、不方便去帮白眼人站台，我也讲不懂是什么道理啊。你不欢迎他来站台 ，OK， 可是你自己不去帮人家站台也怪。好，就。现在卢秀燕啊跑到前面，我觉得卢秀燕是所有的国民党政治人员智慧最高了。我敢跟你讲，智慧最高，他早就发现这种现象了，一直默默在经营。你看，好，他亲自挂这个蔡壁如的竞选总部主委啊，那就是希望说，哎，你们万一发现柯文哲不行的话，哈，可不可以帮个忙救援一下，当救援投手嘛？可是卢秀燕是花很长时间经营。因为你做了以后，白的选民总是会觉得，好吧，我回报你一下吧。对，那总是会的嘛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。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